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要建立一個家庭就並不是一個容易的一件事，要維持一個家庭就更加是不容易啦。俗語都有講，家和萬事興，要一個和樂的家庭呢，自己本身覺得就是需要有容忍啊，要溝通，最緊要就是要有一份愛啦。正所謂的愛呢，就是要有一個安樂的窩。咁對我嚟講咧，一個安樂嘅窩咧，就係一翻到嚟就係能夠帶俾我一個舒服嘅感覺，而且就係近啊，交通工具就係方便我啦，而且一落到去就可以能夠購物到嘢啦。咁最緊要咧就係能夠係留俾我嘅子子孫孫一齊去係永久嘅牙欄啦。而我嘅選擇當然係 Cool Residence 啦。